在新竹市，一名男子在午后睡觉，数十辆机车凌晨聚集，骑着改装机车竞速狂飙，不止没戴安全帽，还耍帅跳狗链。 猛催油门，把马路当成赛道场，好几十人嚣张占据车道来回狂飙，吸引民众围观。直到快打警力到场，才瞬间鸟兽散。你可以不用跟着飙啊，没有飙啊，但是你不能骑车啊，你没有驾照你怎么可以骑车？哦，我知道。原本还气焰嚣张，被抓包无照骑车，这才乖乖听话。还有人企图拿口罩遮车牌，也被逮个正着。不要动哦。好，我撤下，我撤下。 我是真的要回去。我跟你讲啦，这批车牌一定开给你了。好，可以。有驾照吗？事发在北市松山机场福远街及滨江街一带，2月3号凌晨飙车族聚集玩命竞速，警方获报后到场取缔，当场上演猫捉老鼠，遭警方锁定，依法开罚。于新北市居提20多岁张姓嫌犯到案，除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开罚，最重可处9万元以下罚锾。 殡仪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深夜台北街头上演玩命关头，不止拿生命开玩笑，也扰乱附近住户安宁。三立新闻陈俊、廖敏君特报道。